爸爸到时候跟你玩一些很奇怪的，就是例如说摇手手啊、摇脚脚的游戏，你还愿意？愿意。那爸爸要在同学面前亲亲你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你看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爸爸在同学面前抱抱你、亲亲你不行吗？你确定？爸爸在同学面前给你抱爸爸可不可以？谁觉得你那么早熟的？那你以后都会跟爸爸玩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说哪一天你长大了都不想理爸爸，对不对？对。是吗？你确定？可是很多小朋友都到大了之后，几岁之后就不想理爸爸了，不会吗？爸爸到时候跟你玩一些很奇怪的，就是例如说摇手手啊、摇脚脚游戏，你还愿意吗？那爸爸要在同学面前亲亲你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你看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可以。爸爸在同学面前抱抱你、亲亲你不行吗？你确定？那爸爸要在同学面前给你抱爸爸，可不可以？不行。谁觉得你那么早熟的？什么是抱爸爸？打屁股。爸爸。这么多下，才没有是打到屁股才算，打大腿才算。Oh. 你要去记打屁股的地方，好不好？那是六下，再来一次哦，蹦吧吧蹦吧，蹦吧吧蹦吧吧吧。五下。你再说一遍。五下。我给你讲正确答案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。